就从楼顶转下来，航拍，航拍，航拍，明白。造型老师看镜子的时候，想说这件是李行跟高晶晶的，必须要穿这个。必须得穿。你俩的色系都是一样的。咱俩的色系还有袜子也是色跟着就是换。那我下段怎么？你要干啥吗？不是我在想，因为取决于我现在做什么动作，我觉得我得干点别的事儿，不能又打代码。 修空调，电脑，电脑，修桌子。对。给他打电话。他以为要抢劫了。在一个大的写字楼，然后导演说。 这儿来一个，然后巨远，离我们大概离我们30米左右，所有人都在。做梦，我做梦梦的。我们这变成一个悬疑片，我们俩拿着手电筒，照，不是走的越慢越远，然后导演当时停停停停停，还有下一个，对，夜戏，而且是。